来学校的下期公告的这报告，马是现在呢，人来到了在高雄的哈马星，在这个地方以前呢，也是一个海港哦。现在我就站在这个填海造陆上面的这个陆地上，这里呢是哈马星的代天宫。那哈马星代天宫呢，在庙宇界里面的这个文物啊，或者是说在一些修复上，其实都做得很好的。在这边呢，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专门来负责文物馆导览的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大家好，你好。Okay, 好，谢小姐，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马师现在人呢、啊、就在这个文物馆里面， okay. 我现在眼睛12点钟方向，我直接看到了忠孝节义，这个很明显是书法字，对不对？但是看起来又不像毛笔字，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特殊来由？因为刚听谢小姐说，这个还蛮好玩的啊。是是是，咱这个毛笔字吼，是这个蔡元兴老师吼，伊伫家咧做的时阵吼。算讲咧无遐大支的笔，伊足厉害的一个部分，就是讲伊会使现场吼，加一块迄落迄物件，就去甲伊变化，变作是一个会当用的吼，伊、要用的物件，就甲伊哦，伊迄个时阵是讲，甲伊呢一个工作人员身躯哦，一件内衫吼，甲伊脱起来，甲伊夹夹的做破布，凹凹的做一支笔的形安尼吼，较来写起哩吼、哦，所以写迄个忠孝节义吼。这些字你也甲看，拢无必买哦，吼！这个字形吼，佫足特别嘞，啊，有迄个扎，安尼一个准的准的迄、那个迄、那个扎的感觉吼，这得等大家来家己来欣赏来品味啦，除了安尼以外呢，伫文物馆内底啊，有都嘛是让来看到伫即代天宫伊历史啊，在这个彩绘泥塑啊，甚至也有些老师也有赠送了一些像是一些画图哦，这都是蛮有趣的。我们选个一两个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啦。好，咱即内底吼有真侪即个潘丽水老师的彩绘部分，这是算咱庙内底文物。咱普通时啊，像讲咱去人迄博物馆还是文物馆，咱看拢会去看橱仔内底的物件吼。但是吼，阮即个文物馆足特别咯，阮的橱仔内物件吼。算讲是后壁较来算讲吼，为着要增加展示，较来放入去。阮上重要物件，顶多是伫咧阮的建筑本体。吼，阮即个文物馆，阮是伫咧阮代天宫的龙凤楼的龙楼吼，来活化运用成立的。那我们龙楼本身是民国69年吼的建筑物。那当时的时候，迄个时阵潘丽水老师吼，伊就算讲就是伫来即个所在的现场才彩绘，即个蔡文轩老师吼的书法。吼，咱即个牛顶头啦吼，有彩绘甲书法，这拢是老师伊现场亲身来遮画。因为咱的文物馆是1804年迄个时阵来成立。开放的，真侪人拢误会讲，咱这是不是对到 copy 来个坑起哩？结果唔是哦，咱这拢是老师亲身留来真迹笔迹，嘿吼。所以吼，即个开始讲咱这文物馆内底算上重要的一个物件。今日这牛吼内底才有几啊支，一边是彩绘，一边是书法吼。迄拢爱豆豆看，尤其迄个书法的部分，即个蔡文轩老师是写草书啦。吼、我当时来到遮的时阵，因为无即个资料吼，嘛毋知影老师是写啥呢，我嘛是伫遐研究，一直甲问对一寡来参观的人吼，遮有书法界，我嘛是一直甲请教解问，豆豆来较解谜讲啊，即个蔡文轩老师遮写草书是写啥物货？吼，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对，真有影是安尼啦吼。那毋过哦，奇怪的代志来啊、为啥物庙内底有文物馆？庙内底可能有一些可能结缘品。或者是庙里面有导览员啊，庙里面有文资中心哦，这些我们都看过哦。文物馆，等到较少呢。因为吼，咱这个文物馆吼，当时是由咱的旧当署长周和祥先生吼，伊来这个筹划规划。真趣味啦！其实一开始吼，让咱台湾感觉对这款这庙宇文物馆吼，拢较无持正面的态度吼。不过咱这就当署长伊对这款这文化的传承吼，真重视，所以排除万难吼，排除这些就是负面的声音，他非常坚持就是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他的眼光真的也是蛮宏远的吼。那他就是来积极就是成立这个文物馆。一开始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文物馆的空间，可以保存庙里面就是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
除了就是展示，可是它还有兼保存的这个功能。当署长因较早咧，刚开始咧规划的时阵吼，伊就已经有考虑到讲，这个保存佮兼展示吼，咱是要安怎互伊做伙会使去实行，然后是一个我们可以。等于说就是说很好达到的这个效果这样子，对。其实坦白来说啊，因为也是因为戴天宫这边找来非常多的医师哦，所以去做出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的，或者是在庙宇界的当中呢，其实算是我们都是要来看的一些经典大师的作品哦，所以成立博物馆也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有知道说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些医师的吗？我们当时在建庙的时候，这个是听耆老他们所说的啦，就是说啊，当时起庙的时候，咱是要起好这个王爷公吼，一间上好的庙。咱迄个时阵，大家人吼，伫个咱蛤蟆乡会使发展甲遮顺时，拢爱感谢咱这个王爷公甲清水祖师。啊，大家就想讲，我要起一间上好的庙，我想要甲上好的庙起好咱的神明大安尼。所以就是讲，就去找嘛，就开始去找讲哦，对一间庙，什么会？譬如讲木雕是虾米人做了上好，蔡维相做了上好的，咱家的大脑吼，家的头人因就去问，问就是讲，有找到一个苏水钦老师，伊这个木雕是足厉害的吼，就去算讲请伊吼来吼，就先来讨论研究，来就是讲，由咱这个董事长，迄个时阵的董事长讲是叫做曾国华。曾国华先生，伊就是讲委托咱这个苏水钦老师，你去甲我找，甲我介绍，看讲其他的部分，像讲木工是苏水钦老师你负责嘛，你的彩绘，你去甲我找上好的，这个针帘，搁有这个像讲啥石雕，叫拢好委托苏水钦老师，你去甲我找这个真好的师傅来，因迄个时阵来，就是讲针对啦，恁。什么人做什么会上好？咱今日讲木雕就好啊，木雕就足精彩。木雕吼，你像木雕本身苏水钦就是真幽默的，足厉害。啊，搁即个讲吼，即个伊搁去找迄个朋友的一个叫黄良的，伊会讲做水族，伊伫即个做水族即个多样内底，嘛是算足牛呢。啊，搁一个扑告是讲叫即个吴福林来做，算讲就是。你做你上专长的部分，吼、哦、啊，算讲请这个老师来，就是讲哈，恁来做啊，我无袂甲你赶工课，啊，你就是算讲算工钱，一工你做偌久，我就是算工钱，互你安尼，一工算安尼，看做几工就算几工的钱。所以吼，迄老师吼拢真愿意伫咱家吼，绞尽脑汁吼，去甲这作品做了上好安尼吼，算讲安尼一方面嘛会使增加伊的收入，一方面嘛是会使互伊。作品哦，增加迄个精彩度，尤其吼，咱这个文物馆内底哦，真趣味哦。进前吼有足侪这个咧对庙师有欣赏吼，有在欣赏这个彩绘的这个老师嘛来咧看，讲这潘丽水老师伫遮留的这作品真正有够精彩。我有甲伊问讲，老师你认为精彩是安怎精彩？伊讲，迄牛顶头吼，一般吼拢唔是足重要的部位啦，大部分伊看三四个都会使甲伊编做一个故事啊啦，都会使吼。写迄个出头的一个故事，但是咱家的所有文物馆内底牛吼，人物拢有七八个、八九个，甚至个有甲十个。伊讲会当看出来，这个潘丽水老师真正伫遮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哦，加注意啊嘞。在一个状态上来说，因为等于说我们现在有文物馆，我们要来做一些保存，这也就是相当重要。现在庙的这个建筑本身来说，也在做修复，是不是？不过也。修复蛮久的了嘛，这次修复打算修哪一些东西呢？我们这次的修复是针对三个大方向，真侪人拢误会讲咱是规间翻修啊，无，咱是针对咱有派去的部分像讲咱的三大部位，就是讲这个针帘的部分针帘该换吼，即种伊的迄款骨架，那是讲真正生生甲未使个。继续支撑的话，咱可能就是爱总换掉啊，来照伊原底即个故事去做新的。好，不过咱所有的即个修复吼，拢是有经过即个文化局来监督吼。咱唔是讲家己想要安那修理就安那修理。来就是个第二个部分是即个彩绘，咱彩绘清洗是请明香彩绘，即个团队真正足厉害。台湾吼真侪即款庙宇吼。
诶，即个清洗啊，还是讲修复，拢叫人去做。因咧讲是讲科学修复 2.0， 因了所有的图啊，要做修复清洗进程，因爱做即个翕相啊，个记录，像红外线吼，啊个即个种紫外线什么，哦，诶，做科学的物件，讲实在咱无了解甲足侪，但是咱知影讲因真专业，爱做记录，啊个爱做摄影吼，啊会去做一寡即、這个。图档啊，吼，诶，编排啊，你讲啊，修复前、修复后，拢会使，互咱详细了解着，讲哦，伊修理进程，甲修理以后，诶，差别伫倒位，袂互你感觉讲，凊彩白甲你用用，甲你转过去安尼，是足专业诶一个修复团队。啊，来就是讲，即个引荐吼，就是咱即个衡量啊，咱一寡牛吼有即个白血球。好，这款这是讲结构性的安全问题，这个部分也是这次的重点。嘿，对。啊，那在修好庙本身，安尼是咪唔得爱搬厝啊？哦，咱这个普通时啊，吼，和信徒啦，吼，请登去厝内底做客，这个神尊，吼，这较细尊的这吼，唔是定定的神尊吼，因算讲咱是来加藏伫咱龙凤楼。龙楼啦吼，咱现宫咱目前是用行宫的位置，啊，咱定点的神明是有哪算个伫咱的庙内底，吼，啊，因为吼伊算讲就是讲就地移位，但是并没有说特别把它请出来，但是该做的一些要避免的一些措施吼，是庙方都有在持续的重视当中，嘿，对。所以来过来问哦，因为大天宫旁边。好多小吃哦，看得食指大动，等于说在聚落来说，这边也是这个美食集散地。现在我相信戴天公也是有在走进这附近的一个社区都有经营，现在戴天公也经营了非常多的活动，也欢迎了好多人都可以一起来，是不是？目前有哪些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可以找来我们一些外地人可以来共襄盛举啊？其实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般的宗教庙宇活动就很类似啦，那只是我们希望它可以是一个很就是说跟民众很贴近的啦吼，好，那像讲咱吼，即个不做生日吼，就是即个二月十九的时阵吼，咱拢会办即个平安寺宴，拢会欢迎咱的信各方信徒来参加吼，咱就是拢互咱请啦，来互咱请啦嘿。吼啊，个有就是讲咱吼，即个历年五祖番王爷公吼，那生日的时阵吼，咱拢会请即个歌戏来遮搬歌戏啊吼。阮有一个算讲来讲，讲请春美歌剧团吼，听讲咱即个春美即个歌剧团即个团主吼，真受欢迎啊，真侪拢家己会带足侪家己的粉丝来啊。然后有台时啊搬到十点外，九点外、十点外，搁甲再见讲，哎，结果粉丝搁啊无要转去迄个情形个对啊。嘿，啊来就是讲吼，咱即个。进香啦，进香哦，等下大家拢有诶啦。那大家其实呢，大家留心一下，来发现我们华人，尤其咱台湾人啊，到各地去佚佗，首先啊，看到庙，先冲入去甲拜，嘿，那拜了啊，再去边啊来佚佗，这也是同时，那来做下是广告，来找一个有什么子的这个原因啦。安尼这部的这个阶段，就感谢着谢姐姐，哎，底下来跟我们来讲点家诶一些故事。安尼后一段呢，那个马氏跟阿丁，找大家到蛤蟆镇、到四界来底下来佚佗啊哦。热情的歌声，迷人的笑声。春夏秋冬，大江空中，甲你相作伴。高雄人的电台上好听，高雄广播九四三，就是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丁。接下来，我要来甲大家讲仙桃花的故事。仙桃花是天宫一项众生同乐的圣事忌讳。在传说当中，古历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圣诞。在这一天，王母娘娘会在瑶池举行很热闹的仙桃花，宴请各路的神明。所以众生若是去予人邀请来参加这个忌讳，就会感觉非常光荣。有一首北京德吉词是安尼咧讲：三月初三春正常。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在传说当中，西王母是西部一个原始部落的保护神，有两项法宝，
一项是吃下去会当终身不老的仙丹，另外一项是会当让血寿变作正长的仙桃。在神话传说当中啊，嫦娥伊就是偷食伊的翁婿后羿对西王母遐用来仙丹，尾啊飞上天来到月宫内底，所以三月三就变作是传统文化当中一个真特别意义的节日，一直流传到今嘛。咱讲到这个仙桃花，主角就是这个仙桃。在传说啊，仙桃是古早时代神话当中桃啊迄类的仙品。每一当三月三仙桃花时阵，拢会以仙桃来做主食，来请众仙。众仙赶来替西王母接受。仙桃花是真盛大，而且足庄严的。较低层的一挂神仙啊，在仙桃花顶头，拢爱真注意因所讲的话，因所做的代志。啊，那无，就真有可能会出代志，去予王母娘娘来处罚。比如讲，在《西游记》当中，唐三藏以三位徒弟当中的光莲大将，就是沙和尚，就敢那因为在仙桃花顶头，错手将一个琉璃簪来甲伊弄破去，就去予人拍落凡间。啊，那天兵元帅，就是这个猪八戒啊，伊因为酒后对着嫦娥小姐无礼貌，予人处罚转世到凡间，而且哦，因为操作性哦，来变作地心呐。另外一位孙悟空嘛，就是齐天大圣，嘛捌因为身份伤过低，所以得袂到参加仙桃花资格，伊就感觉足生气的，所以就来到天顶啊，来这个仙桃花大乱，结果嘛去予人判刑。就是因为安尼啊，这个仙桃花伊非常无一般，非常特别。汉朝有一个很有名的笑亏文学家董方朔，他也曾偷偷走进去这个仙桃花，偷摕仙桃成功飞上天变神仙。所以啊，除了仙桃花，这个仙桃园也是很有名。相传王母娘娘的仙桃园有3600丛的仙桃树，这些仙桃树结出来仙桃，吃了会当予人得道成仙，也会当予人长生不老。这就是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到关于《西游记》内底仙桃花，也佮有王母娘娘仙桃的故事。后摆若是你来到蛤蟆星的大天宫，也会当详细来看卖啊，这摆传说当中的仙花是甚物模样。现在的城市广告的节目，我是马士，我是阿丁。你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3AM 1089，今日带大家来到高山，来到蛤蟆山这个地区。头先已经跟你讲到蛤蟆山大天父的这间庙啊哦，啊，接下来呢，在这个单元带大家在附近来佚佗，今日甲大家来介绍的是武德殿。嘿，武德殿呢，台语叫做武德殿。嘿，要唔得，这呢听起来就是日本时代的这个建筑哈。听起来是也无这个感觉呢，要唔过实际上应该是真，就是真正是日本的迄个建筑哈。嘿，无唔得，伊真正是日本时代的这个建筑哦。这个武德殿呢，是伫1924年的时阵所起的哦。伫迄当时阵哦，它本来也不叫武德殿，啊不叫啥名，它叫镇武馆。镇是振奋的那个振，振奋的振。嘿，武就是你知吗？头壳内底想的迄个字，就是武器的迄个武器的武。嘿，进武殿馆哦，进武馆。嘿，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敢知影，其实武德殿不是干那假鸟，其实全台湾拢有哦。哦，不是干那假鸟。因为我知影基山阁有一个嘛，叫做武德殿，所以那高雄其他县市嘛有，其他县市嘛有啊，有的所在是原地有，即嘛无哦，啊，拢迄个拢是日本时代
建的，建筑的，对，拢是日本时代的。啊，迄当时阵为虾米这个叫做镇武馆呢？其实就是要弘扬这个武术精神、武士精神的这个意思啦，所以才叫做镇武馆呐，吼。嗯，对对对，那这个呢，现在这一间的在鼓山的这一个武德殿，它也是高雄市的市定古迹了。哦，嗯，因为迄个时阵那是讲真正保存了非常好，一直到今嘛。应该看起来，那就是过去一种感觉，嘛拢真有呢。其实是足有诶哦。而且你即马去啊，你那放假时阵去，嘿，然后有人底下剑道哦，即马内底拢够有剑道，还有柔道，嘿，是底下上课，上课哦，社团。而且就好上诶是，因为伫高三遐，因为伫日本时代影响是真侪嘛，所以因无论是因的厝啊，还是讲因的那个街道规划等等的，加这加这，其实呢，都是沿着日治时期的那个风格留下来，所以武德殿外面的楼梯嘛，赶快啊，我靠，遐街道嘛，赶快起来呢，哦，这个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来到了日本，而且最好玩的是，因为他们要打剑道或者打柔道嘛，那剑道他不是有一个宽宽的裤子，很像裤裙的这个衣服吗？就穿着那个，然后人字夹脚拖，就这样子在路边走啊！你我靠，真假真假哎，真假有看到，啊，你嘛介趣味呢？我想讲个假狗子，所以你去的时阵真正看到，因滴外口行来行去，对，真正有。你讲因为迄当时阵去到这个所在，其实有真系介侪介侪物件拢会当来看，高雄有够侪第一拢底下出现，什么第一？第一间册店啊，第一间册店，可能第一间的国小啦，第一间邮局啦，拢底下。拢伫遐附近，嘿，拢伫附近，嘿。啊，不过即马那是讲国小应该一个伫诶嘛，啊，邮局啦，嘿，邮局哥你拄只讲诶，马个特点，即马拢个看有，拢看有，嘿。所以伊诶建筑嘛，拢是保留迄当阵日本时代所建落啊，伊咧。对对对。当年五位所在可能有做了一点小修复、但是大体上基本上是留存的。所以我刚刚那去，嘿，贵个应该是真有日本时代迄个感觉呢。都我都看到讲过去的人底下生活到底是为是虾米款的原因啊，做的这些物件。啊，那底下附近讲除了册店啦、邮局，还有你拄只讲武德殿嘛，除了这几个所在以外，感觉有印象有其他所在嘛？是够日本时代建筑的。日本时代吗？嘿，其实伫日本时代诶物件，应该按你讲是真正是真侪啦。要唔过就像他的街道规划。棋盘格，就是为基本来的。哦，所以即卖迄个街路的规划嘛，拢是保留着较早规划落来迄个模样。嘿，而且嘛有一个真重要的物件，铁路啊，铁轨路底下，对对对，铁轨路嘛是底下。其实底下附近啊，你啊啦，应该迄个所在爱叫做是盐埕啊，差不多在现在的天空云台那边，大概就是铁道馆再往北。走一点点，有一个那个天空云台，迄附近哦，是高雄第一间搬戏的所在，第一间高雄的剧场在那里诞生。不过当然当时呢，他还有在分别说专门给日本人看，给台湾人看，对他还有一些相关分别，但是大体上就是在那附近就是了。所以听讲，那你感觉在遐附近哦，买当看到日本时代真侪咱无看过的物件，因为我是看相片，就是武德殿迄个模样。确实吼，那是无甲你无甲我讲吼，我真正廖尊讲，遐真正是伫日本。迄个所在诶，一挂建筑诶物件，一挂建成诶。其实阿丁就介意日本对无？我感觉因为就是除了咱讲诶，即建筑嘛，伊诶一挂历史啦、等等诶，拢是真特别诶。所以讲，咱也是看到，我就感觉就无同款诶，甲咱在地可能一挂流传诶文化啦。诶，完全是无同的模样咧。而且头拄只咱有讲到武德殿伊的这个建筑对不？在这里其实武德殿啊，它的墙上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破魔矢图形。嘿，一支箭跟一个靶的样子，破魔矢，这个阿典跟我听过无？
破魔使呢，圣公的日本，它也是在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祈福用品哦。嗯，嘿，那一般呢，它就是要讲说驱邪来使用，而且啊，它的净灵处。因为武当西尊是会马，有的时候是铃铛，嗯，哎、欸，但是它由来当然就众说纷纭，有非常非常多啦，嘿、欸，但是就这边自己有看到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说有的日本古早时代。在圣庙在用诶，哥在圣建禅诶，圣建禅，对对对，就是农田的时候，伫古列姜维时阵啊，作为地区啊，诶，圣库家己的代表来做这个射箭大赛，嘿，嘿，啊，获胜的呢，你就可以代表说，你伫迄当年，你的这个地区会大丰收啊，诶，在那个仪式呢，你所用的这个弓箭。啊，你的那个弓就叫破魔弓，嗯，啊，你的这个箭就叫做破魔矢，嘿，嘿，就是代表是安尼啊。但是呢，这破魔矢要放在家里祭拜，大概是到江户时代，嗯，才开始的 ，A K A 西元1603年到1867年左右。啊，不过你今嘛底下看到。敢有人个真正咧使用，还是讲伊即马就是一个算装饰摆设，放底下，就是一个装饰摆设放在那里。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真的看过有人在里面射箭。啊，要唔过只唔是用着你拄只讲的迄个破魔石嘛？当然唔是。哎，这对我来讲是真有印象的代价，这是我对武德殿的一些印象，还有当然就是对于哈马星这一整个地区的印象。那个地方我觉得就很如同马斯进讲在做这部时阵，我的朋友跟我讲的，遐的参照两个字，或者北野。北野，嘿，北野呢？其实意思就是讲，伫北方，一寡这个寸草不生、很贫瘠的土地，啊，古早时代啊，伫盐田遐，遐迄附近啊，因为咱早期和日本来这个官吏嘛，所以有很多都是什么亭、什么亭、什么亭，有一个亭就叫北野亭，那当然它相对就在比较北边的地方。那北野呢，它相对来说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它好像什么都没有之外，但就是因为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可以什么都有。马斯德是刚刚讲，这个蛤蟆三家都是因为安尼，再一次的茁壮发达起来的。嗯，像你拄只所讲到的，你安怎称呼蛤蟆星界的所在？蛤蟆山，蛤蟆山，伊其实就是日本的这个发音来的。啊，那是讲咱用台语来讲，应该就是讲伊是蛤蟆星。啊，你讲蛤蟆。蛤蟆仙，蛤蟆仙，对，就是这个发音，就是对日记来，所以会当看出来，对古早时代一直到今嘛流传的这个地名，伊就是因为日本诶这个日记发音啊，到今嘛一直搁保留落来。嗯，无唔对，所以后摆呢，你那诶坐这群，那是讲骑卡达车，还是讲你家己赛车、骑车，唔管都几好了。你来到家，请你得爱怎样？伫家原本家是一个海港。嗯，即嘛一变做是一个落地，而且有真济时代，而且个日本时代，即个建筑拢继续伫各地交。其实咱高雄啊，有真济在地真特别的一挂所在，啊，咱会当对即挂所在诶，不管讲建筑啦，还是讲当地一挂诶街啊路迄个建设吼，咱会当知影讲过去的人生活一挂记忆。啊，咱若是讲有到即挂所在，咱无得开当停落来啊，好好观察一下，啊，看卖啊讲，诶，遮过去的人因是安怎生活，按是用虾米款的方式伫诶遮。好，所以讲咱今仔嘛提供着即个蛤蟆星即个所在，互大家。来做一下参考，阿妈提供你后边也是出去佚佗啊，买当去行行看看的哦。咱今日详细公告，这个告的公告加为止哦。后尾摆要带大家各到倒位来公告来佚佗呢，请继续来收听着高雄广播电台哦。咱后尾摆再个见面哦，拜拜，拜拜。